场的比赛，让我们看他们的拿手好戏。为娘若抛下你，老脸还要不要啊？摘去了一号要被淘汰了，说几句吧。挺荣幸跟这些明星大腕站在一个舞台上共同唱。来吧，一起进入下一环节，艺压群雄。水中都有一小树，山一走动也养老，爬的那座山，越过那道岭，眼前又是一座回头看成绩，我会把机会留给比我年轻的孩子们，因为他们才是未来的花朵。我唱歌和二转，我只想给我所有的亲朋好友以及我达家沟镇鞍山村的父老乡亲们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首届东北电视二人转大赛成人组第31场的比赛。接下来一起进入永摘桂冠。永摘桂冠，此环节为选手的终极比拼环节，由评委和现场的大众评审共同投票，大众评审的投票结果占总票数的60%，评委的投票结果占总票数的40%，得票比例较高的一组选手成为本场擂主。
是一滴远方独行的泪水，藏在你身上有几万年，所有你的心事都被我看见，让我温暖你的脸。前几期我唱的都是慢歌，这期换风格了，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感受。曾经爱过多少人，你不懂我伤有多深，要不恨伤口总是很残忍，劝你别做痴心人，多情暂且保留几分，不喜欢孤独却又害怕两个人相处，这分明是一种痛苦，在人多时候最沉默，笑容也寂寞，在万丈红尘中啊，找个人爱我，当我避开你的柔情后，泪开始坠落，是不敢不想不应该才谢谢你的爱，我不得不存在像一个尘埃，还是会带给你伤害，是不敢不想不应该才谢谢你的爱，我不得不存在在一个未来，最怕这样就是带给你永远的伤害。我是一滴远方孤星的泪水，藏在你身上有几万年，所有你的心事都被我看见，让我温暖你的脸，让我温暖你的脸。山，要怎么三大关？
那接下来我们小蜜蜂乐队的队长王春江已经做好准备了，要把他的新歌带给我们，掌声送给他，有请。人在江湖飘，怎会不挨刀？前辈高的几两眼，咱可得要记牢。记住了，出门闯荡要低调，小心嘚瑟被人笑。江湖凶险你不知道，一觉醒来，我的妈呀，我的衣服不见了，丢了。小伙我闯江湖，不比那谁的武功高，只比一身干的好奇之徒，那快乐自在和逍遥。水浪滔滔，敢问前辈可姓高，看你腰中挎着刀，不如咱俩过两招。风萧萧柳飘摇，我的寂寞谁知道，行走江湖三十载，没有对手真无聊。人在江湖飘，要多把那朋友交。那对呀，大事小事东跑西跑，甘愿为你两肋插刀，够意思。苟富贵莫相忘，朋友有难咱得上啊，江湖充满世态炎凉。可不是咋的，不好混呢、可到处还有人帮。为啥呢、小伙我闯江湖，不比那谁的武功高，只凭一身干的好奇之徒，那快乐自在和逍遥。小伙我闯江湖，不做那歪门和邪道，朋友才值得交。那得交啊，小伙我闯江湖，不走那歪门和邪道，人在江湖一字当先，这样的朋友才值得交。那对，得多交啊，这样的朋友才值得交。我们今天不醉不归啊。嗯呐，
之女，八仙过海，笑脸扬，九里山起，还是十面埋伏。出发呀，往啊，关了这个墙啊，再往那个墙啊，大墙又闪出，哎，小花又巴掌啊，有一个小孩海边站呐、啊，哪吒到海不龙王啊，有一个小孩唱板斧啊，劈山救母的杨二郎啊，有个小孩把你让，扣荣让李李明阳啊，有个小孩骑鲤鱼，吉庆有余画一张，有一个矬子扛铁棒啊，金银毛遂到丹芒啊，有一个矬子扛铁棒啊，那是土星虽上战场啊，一帮矬子在玩耍，小人过来小人浪啊，有个矬子街上走，这是谁呀、啊？武大郎卖豆腐，人熊祸也囊。嗨，那武大郎不是宋朝的吗？那我寻思是矬子都中呗。不行啊，不行啊，奔把这墙，那墙，那墙闪出花一张，兔脑瓜。亮堂堂，背个女子走地忙，按你说那是谁呀、啊、那是小尼姑嫁给了小和尚、啊、我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大嘴巴耳朵长，背个女子走地忙，按你说那是谁呀、啊、猪八戒背媳妇儿的一样羊啊，我来一个，来一个，个不高，个不高，红脸堂啊，红脸堂，背个老婆的走地忙，你说那是谁、哎、这老太太是谁呢？是谁呀？雷锋同志还背个老大娘啊，关了这个墙啊，再往那个墙啊，大墙又闪出、啊、哎，小坏豆巴掌啊，人身长了一个毛脑袋呀，那是马面干庙堂啊，人身长了一个牛脑袋呀，火焰山上的牛魔王啊，人身是上方的石鸭娘啊，人身长了一个兔脑袋呀，长耳大仙拜月亮啊，人身长个狗脑袋，那吃舔狗吃月亮，人身长个驴脑袋，驴头太子下山岗，人身长个猴脑袋，花果山上的猴子王，人身长个猪脑袋，猪八戒大闹高老庄，人身又长个猪脑袋，哎呀妈呀，说不上来了吧，猪八戒的儿子小柯兰，哎嘿！接下来请收看海选比赛。我有个小要求，我在电视上看见了佟长江老师，不管是杨志平老师，都陪别人唱，我想请杨志平老师陪我唱啊，大家好。秀八仙唱的挺好，挺欢实的。包公吊孝这出苦戏特别考验演员的唱功。四海之内美名雕啊，哎呀哎呀哎呀，五方老铁人领了圣旨啊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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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，六月里初啊是到达了啊，哪里不嗨不嗨，哪里不嗨不嗨，嗨嗨嗨嗨嗨
后边请跟着啊，小屁爸爸他咋来回报啊，只来叫啊，宋王爷准了包公一个月的假啊，心内发焦啊，在这里沟通的时候，童老师一直在不停地重复一句话，不好办呐，不好办呐，是不是童老师？不好办了，是不是不好办？我先说说那个龚磊，龚磊跟那个宝贵大哥唱了一段西厢官话，有一点呼腔那地方，我刚才跟严老师还真说了，我说一轮明月呀照西厢啊，不要打啦打地打啦打，哎呀完了反倒你把是吧，嗓子又不好使的话，那又拐不过去是吧，不要那个，我感觉直接就唱下来就完了，那个非常的好，形象也好，你准备的特别充分，几套服装给我们的观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，上一期的擂主他们俩准备的从头上到脚下全是新做的服装，
就是作为擂主来讲，你看就是不论说唱反串，包括这个小男孩，那个杨老师说这个男孩歌过关了，你这么大个作曲家，完了那个觉得我们唱的都非常兴奋，包括那个宫内的才艺我们都非常喜欢，真是那个我再说说这个江大美，江大美人、这段刀工吊孝还是像原来的一样唱得非常的棒，祝贺你们取得好的成绩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好的，严老师你来说两句吧。哎呀，就是这两组选手都太完美了，我觉得他们两个呢就是说风格不一样啊。你看这个宫内方呢那么清秀，那么端庄，那么妩媚，而且他在演绎二人转的过程当中也特别的漂亮，可能是在二人转刚才我也说从唱功上他还要考究一下，但是呈现在舞台上的是非常完整的，非常美丽的，很完整啊。对，你包括我们的现在的首擂也是，他们呢是一个真是值得称赞的一个擂主，他们非常的认真，头上到脚下，包括他们的唱腔，包括他们的一招一式，所以说我想今天这两组选手应该说是各有千秋，都非常好，我们也都舍不得，就是每这两个选手我都在他们身上都看到了真正的艺术品，今天我们都非常兴奋，好久没看到这种艺术欣赏了，我们喜欢这样的演员，喜欢这样的艺术，喜欢把我们真正的二人转的艺术呈现在这个舞台上，所以感谢我们两组选手给我们带来的艺术享受，谢谢你们啊。杨百森老师，我觉得今天你一定得好好说一说，你看好几组选手都唱你的作词作曲的歌，对不对？都说了难呢哈，但是我是很兴奋啊。张丽辉啊，这我知道他，他是技艺型的演员，是嘉宾型的客座，这么一种状态，在可以说艺术型的这个高度不低了，已经不低了。哎，那这个王东啊，刚才我听了他的唱，我很感动啊。我很少那么呜呜喳喳的时候，这个高举手，我很少。我看什么叫呜呜喳喳的呀？啊，对，是啊，因为我岁数也大了，是吧？啊，对，那么兴奋啊！对，我说二人转能唱得这么好，把通俗歌演绎的那么自然，熨帖，吐字、行腔以及情绪的带动，几句就把所有的观众都带入了意境之中，我觉得挺牛。这个江有利已经真不小了，我真看不出来那个反串的，我就寻思你是个女同志。杨老师啊，已经在确认好几遍了，他问我到底是不是男的，真是男的吗？真是男的吗？我说是。真是吗？我说是。把我问的到会儿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了。但是我觉得啊，大家在发挥自己的才艺上都努力了，要展示自己的才华，让所有的老百姓真正能够走进咱们的艺术殿堂，能观看二人转，能学习二人转，我这是我期待的，谢谢。好，谢谢杨万森老师，谢谢昌爷老师。真是，首先说这两副将呢，非这个态度认真，准备充分，啊，不惜花重金把自己打扮那么漂亮啊，也是我们舞台这种亮丽，大伙看的养眼哈。再说说这个，这是二号选手是不是啊？就是咱们这个宫内吧。你呢各方面都非常优秀，从你这个体态上啊，从都没啥说的。现在我就希望你，我们二人转演员唱戏。唱歌的时候都带点二人转味儿，我希望你唱歌的时候能唱出二人转味儿，你就赢了，啊，这一副架呢，上次我已经来了，已经跟他们很高的评价，你们俩呢现在有一个什么呢？就是说唱苦戏的时候，不要都把速度降下来。刚才你们记住了，你既是演员还是剧中人呢，知道了吧？非常好，希望你们越走越远啊！好了，谢谢。我一定要再说一下，我们的江有利他绝对是一个纯爷们儿。好了，那今天擂主的产生呢，现场大众评审的支持率占60%，而我们的评委老师占40%。首先大众评审请投票。5秒钟倒计时，
3、2、1，投票结束。大众评审，我相信此时此刻你们已经做出了你们最明智的选择，已经把你们最喜欢的这位选手，你们的支持以投票的方式告诉了他们。来，现场所有的大众评审告诉我，刚才你们选择的是攻擂方还是守擂方？攻擂，守擂，攻擂，守擂，那边攻擂，守擂。好，谢谢。接下来我们现场的四位评委老师，请用一句话直接告诉我们，在你们心目当中，你们觉得场上的这两组选手，攻擂方和守擂方，谁更适合成为本场比赛的擂主？佟老师，我还是支持攻擂，给他一票。严淑平老师，守擂。我和姜子我们俩一样，支持攻擂。支持攻擂，哎，好。你们啥都说难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不难找咱们干啥呀？不支持守擂能行吗？守擂，我支持你们。暂时2-2平。来吧，工作人员抓紧时间进行统计，看看我们本期的擂主究竟是攻擂方还是守擂方。工作人员把结果给我，让我们共同期待这个结果的出现。这样一场难解难分的比赛，结果即将出现。谢谢你辛苦了，谢谢。这样的一个成绩，既在我们的意料之外，又在情理之中。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，通过今天两组选手的上佳表现，本期擂主赢得了现场56%的支持率。究竟是谁赢得了这样的支持率呢？大家可以猜一猜啊。我最想听到你们高举右手的尖叫声。攻擂，守擂，那边，那边，你们的选择是攻擂。守擂喊的人都很多，因为他们真的很受欢迎。最终的结果我必须要宣布，最终获得本场比赛擂主的这组选手，他们是守擂方姜有力、王栋，掌声尖叫声送给他们。两组选手回头看成绩，恭喜你们，恭喜你们，谢谢。二人转总动员，我相信有无限的精彩在等待着各位，每一期都有非常大的悬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希望您一定要支持我们二人转总动员。接下来请收看海选比赛。吉林省大安市乐胜乡长源村。哦，这么远呢。我叫许超，今年74岁、哦、属蛇的。为什么要走到这个舞台上？因为啊，从小就喜欢二人转，喜欢二人转嘛，一直没有学。已经30多岁40来岁我才始学，没有老师，就自己悟的。为什么要坚持学二人转？因为我对着这么一唱二人转就乐呵，身体要我看74，身体倍儿棒的，这么乐乐呵呵的，心情高兴，多活几年，儿女少添罗烂嘛。是，哎呀，好的心情，好的心态，真的祝福你健康长寿。唱段什么？谢谢。我吧想唱段《大江永无更》，我有个小要求。我在电视上看见了，佟长江老师，不管是杨树平老师，都陪别人唱了。我想请杨树平老师陪我唱啊，《大江永无更》。好，那我太荣幸了。来，有请乐队老师。咿呀，更
真不错，你别说这些年你还真没白学。没白学哈。啊，还有嘟噜噜呢。月牙嘟噜。谢谢老师。嘟噜打特别好，来唱段正戏。张廷秀我金榜得中头一名啊，回苏州公馆设在十里长亭啊，我巧扮一个花儿乞丐，芳芳二妹王二来迎啊，我偷偷地溜进了王府花园内，遇见了好心的丫鬟春红啊，我托春红给二妹捎个信儿，就说我落榜而归，转回家中啊。老先生你别说，唱的真挺好的，就是中间有一点点节奏感不太好。那我感觉出来有点。知道了吗？你就讲出来了就。身大一公啊，口尊上王府小姐，你要是听啊。感觉出来了有点。你修哈，就是节奏感，但是应该说学的已经很扎实，很有味道，唱起来很有味道。现在就是人物的感觉稍稍的差那么一点点啊，拉场戏当然要有人物啊，不像二人转点到为止，拉场戏呢张廷秀啊一招一式要有的，但是已经非常好了，是不是童老师？嗯，非常好，通过，通过，谢谢二老师，谢谢小蜜蜂乐队。我叫丁林，我叫高峰。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小帽绣八仙，乐队老师请。男孩放松一点，现在手绢儿不敢扭，不敢动，哪能紧张的就在手会动了。千万千万别紧张啊！不紧张啊，放松的事儿、啊。来唱段戏，好好唱一唱。来，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段正戏《包公吊孝》，乐队老师请。从说话，眼泪往下掉啊！尊一声包大人呐、啊，要你。北城西北角啊，我的娘家姓刘，婆家姓肖。
亲呐、啊，撇下了母子二人，就把罪来遭。好容易把我的儿子拉扯大，我给他娶妻生子，老身不再把心操。儿子待我倒挺好，儿媳对我更是不薄，是指望一家老小平安来度日啊。谁料想一场大祸他就降临了，也是我老来无能身板绕啊，躺在床上把病灶，儿媳为我去上药，儿媳为我去把香来烧，儿媳她四月十八为我去上庙啊，谁料想被报免他就看上了。小报免看我儿媳模样长得好，上前就摸我儿媳的腰，我儿媳一见心好恼，骂一声贼子你要听着，我看你文质彬彬模样长得倒挺好啊，谁料想你调戏呀我们女多娇，我儿媳怒气冲冲离开了庙啊，哪成想小包勉怒火中烧，谁料想四月二十大清早啊，小包勉带领着打手去把我的家来抄。好嘞好嘞好了，我等了半天，我还等着下庄上庄下庄去唱，一直没等到，就一直叙述这一段。嗯，这男孩那个跟他搭过这个唱过这个戏吗？嗯，唱过。啊，全戏都唱过啊。嗯。啊，你们俩太紧张了，第一次来参加这个二人转总动员这个栏目。其实二人转演员需要用放松的心态，你们在成长过程当中就替让老师挑毛病的，啊。嗯，秀八仙唱的挺好，挺欢似的。就二人转就唱欢了，别唱蔫了。就男孩这个下妆一定要、笑笑啊，这脸总是板着，包括女孩也是哈。就你们一定要记得，二人转就是淡是一条线，丑是一大片，一定要演的放松一些。通过。谢谢老师。本周六周日晚17:50，赵小波和董思瑶、郭旺和赵家俊与您相约吉林省东北二人转博物馆，带您领略旦角和丑角的独特魅力。名师高徒，让名师带您一起玩转二人转，敬请期待。国文医院提醒您，下期更精彩。